好，好像人们正在外面游荡，然后慢慢进来了。我们要准备，准备开始了。我们今天是第二天，g0v Summit 2018。好，大家好，早安。我们有一个厉害的东西要先出来，对不对？好，来吧。好，欢迎来到这个两年一度的 g0v Summit 国际双年会哦。因为半年会很累，所以我们两年才一次。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WiFi， Find Your WiFi g0v Summit 2018哈 ，No password，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可能需要听口译 ，You need interpreter， you can listen online， get your headphone headset。Here or out there. 好，所以大家都听他，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 page 上了吧？好，那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g0v 的精神就是大家都要一起参与。那今天是昨天是工作坊，今天是整个议程的大会，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很重要是，我们来跟旁边的人 say hello， 认识一下旁边坐你旁边的人是谁 ，say hello to the one next to you. If you know each other, say good morning again.哦，介绍一下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会来这个 summit？ 哦，那你希望听到什么议程？哦，你会不会觉得害怕？这个好像一个很高科技，还是你觉得非常的自在？哦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the one next to you？ 啊，即使有隔了那个中间的很多椅子，还是不要害羞哈。这个三天这两天，我们就会一直在空间这样子认识彼此。好，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就暂时停止了。那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EPA， 我是曲小薇，那我是 g0v co-founder， 所以我就是共同发起人，从六年前开始让这个社群跟这个社群一起跑，跑到现在，我现在有两个孩子，我是两个孩子的妈 ，I'm the mother of two under three， 所以可以办会是因为他们都是在这种状况，我才有办法来做这个要跟130个志工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事情哦。那我本身也是个纪录片工作者，还有作家。然后呢，我过去就是办黑客松哦，办了六年，然后我们后来办了奖助金，然后今年就是不小心跳了这个总招，就是办这个大会的坑。好，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我们旁边的会众哦，大家大概很惊人的是说，我们有六成的朋友其实完全都没有参加过 g0v 的社群，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活动，然后大部分呢是这个网民，公民科技宅 geek， 然后有学术单位还蛮多的，然后我们有一大批的公务人员也来到大会，他们是用他们的这个国发会系统来进来一起跟我们大家一起协作认识彼此哦，好。所以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What is g0v？ 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一句话说明。但是大概我们是从 open source movement 开始，然后我们很强调实作，我们不是口空，就空口说话，我们是要开干。好，然后呢，我们是做一些就是公共的事务，所以大致的，如果社群的这个。视觉化稍微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从黑客松开始的，但是黑客松常常没用，所以其实需要更多事情哈。我们就发展出这么多计划，那例如说很多计划是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可能是 V 台湾，可能是投票指南，可能是什么，那都是从黑客松发展出来有这么多的计划，然后我们
就有了 Summit， 这也是不同人发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多中心的，不同人想要做什么事就直接去做的一个多中心的社群。然后后来我们办了Grant，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从 GitHub 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它是长这样子的，就是六年来就是快速的一堆人在贡献，没有声音没有关系，我们心中有那个 rock 好不好？那个就是这样子在很多中心，然后很抖动抽蓄的持续的发展中，很多时候我们继续在抽蓄，因为我们想要改变社会，但社会不一定改变，我们就只好愤怒的抽蓄了。好，所以 Summit 就是把这些分散的集结，分散的努力，好，放在一个空间，让大家全部在这个地方一起做事情，一起了解。好，那第一届我们的精神是 come to hack with us， 我 come hack， 就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临时政府。那第二届呢，我们是那时候就是有拆后重建的这样子的概念。好，然后就是今年就很特别，我有了三十三国的投稿，然后我们有。目前是有23个国家，大家过去两天从各地这样飞过来。好，因为我们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说 ，ask not why nobody is doing this first, admit that you are the nobody。那没有人的精神，已经了解人就知道这是双关语，就是先承认你是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是万能的。这个梗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没有人是万能的，这是双关语，有没有 get 到？有的举手，好，有没有人懂？有，不对，我们应该是没有人懂。好，这是我们今年最年轻的 staff， 好，他是 volunteer， 好，所以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 open government， open everything， open collaboration， blah blah blah， 但是真的开放了吗？今年很多的主题都在讨论真的开放了吗？里面有各种心路历程、血泪，然后各种愤怒或是成果。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年的很大的一个主题。好，那很快速的，我们有一个之前有做了一个猫系列的引导，例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各种议题，就是说 if you are newbie， 好，你可以听这些那个议程。好，如果 you are a geek， 好，你可以去听 open data， 好，这个对 cats。Cute cats theory is from Ethan Zuckerman, our keynote today. Yeah. And vote. 就是选举就够了吗？还是要做什么呢？那做什么还要干嘛呢？总之我们今天有一整轨一个小时半的这个选举轨哦。好，然后还有就是我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那他对。这是 open source by open White House, I guess. We checked the license before using it.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 angry person, 好 ，OK. And so yeah, your talk is, I don't know why is here, belong to here. OK, 然后就是 gossip time, 就是 conferences, 就是八卦时间，好，那个人们就是聚集的时候，所以这是。这个八卦时间，好，所以三天，昨天 workshop 已经结束了，没有参加到，就只好去看录影。今天就是 talk， 明天有 unconference。好，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那个 links。那进入行为守则，请大家仔细阅读 code of conduct， 请遵守，好，尊重所有人的这样的 code of conduct。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回报今天是穿灰色衣服的 staff。快速的进入很让人迷惑的 g0v links 迷宫了。大家打开这个首页啊，首页有非常多 link， 这就是如何 g0v 社群可以这么多人一起工作的一个秘诀 ，the pro tip of how we work together。大会共笔，在就是 HackMD 支援大会共笔，这是一个多人可以线上编辑，所以你在会议上听到有任何的这个笔记。主持稿请打在这里，然后已经有分轨，然后有直播，如果你在这一间你不想要，你想要到另外一间，你的神魂想要到另外一间，你就按这个键，你就可以 jump 过去了。 Telegram， you teleport yourself。
然后呢，我们有 unconference 在第三天，这是个大会传统，所以今天可以在线上投稿，明天可以在实体投稿，实体投稿在三楼，请赶快去写 unconference， 因为很多人想要讲话。然后呢 ，we have open spaces everywhere， use them。这个是大会，这个地方实在太大了，很冷，所以大家最好就是常常聚在一起，好不好？哦，即兴这个同好会。然后最后我们的全场 final 的时候有闪电秀，好，一个人五分钟，超时八点不能讲了，好，所以报名会是在第三天下午的某个地上，你就趴在那边写。还有 chat room IRC chat room Slack， 去上面已经有4000人了，所以 chat online。 然后呢非常多，这就是好，就是g0v怎么玩的。好，然后 Fly Club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自介的区域，这也在这个网站的右侧有一区，现在已经很多人在写了哦，就是他是谁，所以你可以去找，哎，我好像对这个有兴趣，我就去找他聊天。好，然后最后我们的 Hashtag， 请用这个，好 ，g0v gov zero summit， 就是这个。好，最后不想被拍照，还是再度提醒红色警绳的朋友。好，不想被拍，所以你不想被拍，你去拿会众们彼此也不要拍到他。那我们工作人员都已经知道。好 ，no food here。好，感谢所有的支持团队哦，合作伙伴，这是我们草根社群，这是没有完全是一个草根的方式去跟所有的这些合作伙伴募款。我要把所有的名字念一次，然后我们就开始那个 rock 哈。好，感谢开放文化基金会、中生团资讯所、TWNIC 工业局、资策会，还有科技汇报、Digital Roundtable、法协、加拿大政府、优生 Media Tech、TTC、主妇联盟合作消费基金会、RU、Sky Miser、Cinex、民生公务网、Acton、Gilo、景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木月与王向荣、网络科技、卧草、Clickta。两个合作社尚德，他们有提供一些食物，然后中都农委有提供气泡水 ，UD Toku、Saripas、Peace、ODI Civic Hall， 非常感谢所有这些有贡献的。我念完了，好，也感谢Personal Donation 哦，这个我们还持续在接受。好。我们希望不是一个中心化的一个活动，也不是中心化的社群，我们希望是一个 network。 So enjoy, make friends.